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麻辣藕片，没有男朋友的请自行动手，记得要往锅里加点醋，这样子莲藕就不会氧化了。你们知道吗？爱吃藕的人都不容易变心。把过了凉水的藕切成5毫米的薄片，麻辣鲜香的酱汁和藕片简直是绝配。倒入料汁，让料汁裹满每一片藕。追剧的时候解馋，下酒的时候配酒，真的是再合适不过了。记得做给你爱的人吃。